们跟马哥新年快乐。马哥新年快乐。与香泉系外山治鱼宴麒麟堂，小孩隔空喂草莓惹鼻酸。如果妈妈真的不在了，相信这都是神做的决定。雨天二女儿于燕琪去年八月因直肠癌病逝，留下两名年幼儿女。弟弟于祥全当时在病床答应姐姐会好好照顾两名外甥子女跟爸妈。今是2023年的除夕夜，也是于燕琪离开的第一个农历新年。于祥全在脸书写下：“二姐新年快乐，大家都很想你。”并 po 上影片。我们跟马哥新年快乐。马哥新年快乐。李亚平、于祥全和女友柔柔、于元琪老公带着两个小孩来到于元琪的灵堂前追思参拜。戴眼镜，小镜眼镜来了，要换什么茶？等等等等，要吃完了。哎，我自己拿就好了。我不知道。哇，巧克力。影片仅短短56秒，却让一大票网友感到鼻酸不舍。我是波玉，祝你们兔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，事事顺心，恭喜发财，扬眉吐气，你们 to be or not to be 啊，这一天兔出现了，赚大钱，好，记得到电影院看《想见你》，想见你，带你想见的人去影院看《想见你》，祝福大家都能见到你想见的人，耶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虚新闻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新年快乐！兔，金兔报喜啊！好 ，Take two。虚新闻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祝大家新年快乐，金兔报喜，兔飞猛进，兔年行大运，恭喜发财！各虚新闻的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郭子乾，我是郭哲君，祝新的一年2023年，祝大家兔年行大运。